你咋来了？这都是土。看出来都是你爱吃的。我对付两口就行，还专门跑一趟。那不行，我会心疼的。哎，在哪儿吃啊？就在这儿吃，没事吧？那、不行，我身上可脏。我就是辆破车嘛，你才是我的宝贝啊！你过分了。行。累不累啊？不累。我看你这一头汗，要不然咱别干了吧？没事，别人能干，我也能干。太辛苦了。没事，我在这挺好啊。其实就是以前太安逸了，现在又能赚生活费，还锻炼身体。多好啊！不过我不会一直在这儿的。你怎么了？为什么突然这样？嗯，为自己嘛，也为了咱俩。我就是怕你太辛苦了。是有点辛苦，那咋办？要不然你亲我一口，解解乏。不行，我吃差不多了，我得给新娘带饭了。你再陪我待会儿嘛。一会儿工友上班了，看见你开这车，别人咋想我呀？你现在这么敏感啊？那我下班去找你吧。你别坐着了，彤彤给咱俩带饭了，吃饭。那脸上咋整了？刚才小伙放完阳光下，他们每个又把他推倒了。你咋不打电话呀？刚才摔倒，手机作碎了。说你干活为啥不给你钱啊？他们说天热，让我给他买水，没买。他们人呢？这整的太可怜了，你。咋办呢，哥？我手机也摔坏了。这个你先拿着，给。哪来手机啊？啊，这是在我左下角链接免费领的，厂家大力推广新版本，顶配苹果十四和华为，全都不限量，注册升级再填上地址，官方直接24小时闪送到家。每个人都能领吗？对，但只有在我视频左下角下载了才能领。登录注册998直接到账，再输入我的里边码加速，自动开启满街 VIP， 手机轻松就到手。行，哥，一会儿我也领。行，来叔，我去问问他们咋回事。哎，你可不给他操啊，他们人多。哎，放心吧，叔啊。哎，我麻烦问一下，咱谁是管事儿呢？跟我说就行了。哥是这样，我兄弟年纪小，咱是不是有啥误会啊？这工资3天一结，到时间了吗就要。今天不就第三天吗？活干完了吗？下班了吗？啊，我们也没别的意思，就问问。你们俩是不是今天刚来？这点规矩都不懂。啊，哥，咱这啥规矩啊？不行，你教教我。天这么热，就你们渴，我们就不渴。啊，明白。你快去买水，去。来。那我们这么多人，哪天不得十瓶八瓶的？明白了。啊，意思我们在这干活啊，还得给你们教点呗。哎，行，我俩教行。这叔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养家糊口不容易，他也得教吗？人情世故还分年纪嘛，懂点事儿。不是，这钱我交。我们出来打工也不容易，别找事。叔，你过来，叔，你过来。叔，你不能怕，你啥事都惯着他们，那有第一回就有第二回。他们可能狗不咬黄焖的，我们热不起。叔，你看我像好人吗？像，你就很仗义，多少就能瘦了点，但气候得多折了。叔，这事儿我肯定得管。你图的啥？为我这事你能吃亏，我也报答不了你。叔，你请我喝瓶水吧，一会儿。